新闻开始，先来关心国际瞩目。2024美国总统大选目前票数持续开出，截至台北时间6号中午12:40，民主党贺锦丽已经拿下204张选举人票，共和党川普则拿下246张，川普居于领先。而在七大摇摆州部分，川普已经拿下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，另外在三个蓝强州，也就是宾州、密西根州、威斯康星州，加上阳光带的亚利桑那州，川普都处于领先，目前内华达州还没有开出。